Ryan Gosling。欧彭于晏，可以再给我五秒吗？陈丽珍，潘玲玲，周晴。透视眼，顺风耳，还有读心术。Teleport, mind reading, and。超过五秒了，看透人家的心，够了。还有快五秒。洗脑，阅读脑术，瞬间移动。漂亮，高挑，还有三八，很高。可以超过五秒，可以，这太难了。爱笑，高，眼睛小 ，handsome， 帅，好看。安静，奇怪，神秘。知心人，还有太阳的后裔，还有太阳的后裔，太阳的后裔。后裔鬼怪啊，举重妖精金福珠，118知心人，知心人，小飞鱼，知心人，黄金鲁。